聲相近，習相遠，久不及情侶似。咁叫做原谅自古系姨丈赐俾我嘅尚方宝锥，唔专心读书嘅，我用呢个嚟吉你啰柚。你咁再吉我，我就话俾阿爹知，话你偷偷爬墙出去偷雀蛋，仲争啲跌落个屎坑，等你啰柚开花。吓、啊，表哥，求下你啊，唔好话俾姨丈知啊，最多我俾你吉巴下啦。咁你话我知，外面做咩咁嘈啊？姨丈喺大厅度冇狮子啊，而且仲嚟咗好多人添噃。嚟咗啲咩人啊？都系啲乜嘢少林啊、武当啊、白鹤派、咏春拳嘅掌门人咯、啊，好虚撼噃。哦，又系嚟搵阿爹比武嘅咧？又唔系、啊，听讲系姨丈特登请佢哋嚟睇佢洗手噶。洗手？嗯，洗手都有咁多人嚟睇，咁吔饭去屎坑仲得了嘅？我再睇下咯，好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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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嘅，好嘅。讲原谅好咯，如果俾你爹知道啊，就打佢啰柚开花。妈，原谅苦读，日读夜读，读到我边尾都直埋啦。你阿爹咁样做都系为咗你咋？唔通阿爹今次洗手都系为咗我？梗系啦，你要醒目啲啊！俾你爹见到啊，有几千蚊猪肉噶啦，知唔知啊？嗯。各位武林同道，杨猛冒昧邀请各位到嚟，是想藉这个机会向各位宣布，杨猛由今日起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。杨兄以太极神拳扬威立万，素养杨兄主持正义，不知为了什么事突然退出江湖呢？自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华，内忧外患，无日安宁。杨某但愿归隐山林，玉子成才。哦，原来阿爹洗手是为了教我太极神拳嘅。你也想啊你。杨某同各位英雄相识几十年，固然有人向我报恩，但是亦有人找我寻仇。但愿金盆洗手之后，江湖陌路，一笑泯恩仇。你咩人？呢位英雄，是杨某有眼不识泰山，请问阁下高姓大名？姓王，唔用命，就靠呢套脚法，吃遍北方无敌手。今日嚟领教你嘅太极神拳。杨某已立心退出江湖，英雄如果要比高低嘅，杨某认输就系啦。阿爹，咁快认输太冇骨气啦，唔会打。我早听讲杨家嘅太极神拳有弱无骨，而家睇嚟唔止无骨，仲系冇胆啊！你不出招嘛，我王某今日就要踢到你出招为止。武侠小说里面话，高手过招，动口不动手，咁先至系最高嘅境界。我睇，不如改武斗为文斗，你认为点样？文斗点斗法？好简单啫，你哋之中用口出招，讲述攻敌之道，化解之法，以定输赢。咁咪只口交，老爷你得唔得噶？你系下，请先出招啦。好，我睇刻苦偷生。
信，安难随，有权内旋，安美谋回，我偷有权出少林寺山掌，我再出安难随，斩双掌出天外拳，我仲系安难随，安难随，你一味安难随噶，有冇第招啊？唔出流落去都系用嗰招搬难锤，好易输喎！你识咩啊？学下嘢啦！好，我俾你见识下我个脚法。日月莲花酥、前酥、后酥、左酥、右酥。阿姐，你想金刚倒锤？哎呀！到年后连消带打，好，我继续松。做咩叫停啊？你输咗。我边招输啊？古道人家，你识咩啊？我做咗佢老婆咁多年，佢边招最劲，我点会唔知啊？杨夫人果然系个行家。施主，刚才佢用呢一招左右蹬腿式，你仲未起脚就俾佢打低啦。拉开，冇兴趣同你口交。我的拳脚见高低啊！哎呀！呀！哦！这风势，打完天波。好！好脚法，真不愧系北腿王。我认输啦，仲耍太极。今日唔系你断手，就我断脚，一定分高低。你我都系武林中人，何必撑到咁行呢？我唔止撑到行，仲要踢翻你。呀！我出手太重了。好，姓杨的，我认输。我呢世唔打低你，我唔会收手。
慧性，出性之慧道，修道之慧教。道也者不可虽如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以命之慧性，出性之慧道。藏龙伏虎。在河之洲，喂，李思春啊，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问你喺度读乜嘢啊？同我读大学。系啊，姐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子之善。点啊？唔去睇证，又嚟读督学啊？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如斯。好啦好啦，你更换洗手，搬嚟杭州呢度隐居，将个仔同个外甥困喺书房度，好似坐监咁。你唔心痛，我都心痛。事有终始。喂，啊，喺呢度，唔系我用樽吉你攞油。哎呀，阿妈，大学咪诈娇啊！你阿妈救唔到你噶。我都心痛啊，不过心痛还心痛，唔可以心软噶。马骝一甩绳就追都追唔翻噶啦。又怕痕又怕痛，当年你就唔好叫我生仔啦嘛。好啦，外边一大堆病人等住你噶，快啲出去睇症啦。拎住啦，慈母多拜儿啊，知嘛？知啦。阿妈，我甩烂啦！喂，小心啲啊，落嚟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你哋唔使假正经啦。姨妈，假条辫先啦。哦，肚饿噶啦。哦，食点心啦。妈，你真系女送光啊！女送光，及时雨啊嘛。哦，嚟啦，快啲啊！哦。吴普，你点解睇埋呢啲书？呢啲我心目中嘅四书五经嚟噶，同我爹哋唔同嘅。呢啲见到就烧晒你噶，好收埋啦。妈，我有个问题啫。问啦。阿爹系咪有啲变态啦？你点可以咁讲你阿爹噶？你不孝啊！唔系咩？佢叫我投袁良追刺股，上下都受罪，仲有啊，仲有啊，表哥佢思春啊。你真的想偷我师徒出去玩啊？你不想出去见世面咩？如果被姨丈知道，就大件事啦。如果被阿爹知道，我咩晒，最多咪攞油开花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有三种人。哪三种人啊？一种是讲了不敢做，叫做下等人。一种是边讲边做，叫中等人。还有一种呢？就好像我们这样。怎样啊？上等人做了才讲。好。
弟，停咗喺度嘛？你想分啊？几时翻嚟噶？唔通接我车等我接你？我同啲同学一齐翻嚟嘅。呢度咁逼，不如上上面坐啦。你阿爹都喺度啊。吓，系咩？系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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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仲可以睇咩睇？人都走咗。Daddy。啊？哎，嚟咗啊？系，坐低先，坐低先，我先坐啊。天下暦已，夫子之不远，何也？何也？
我是说我做回个份内事而已。喂，我问跟住留下了丝头啊。啊哦。是呢，你个学文呢？是啊，你呢？张石。老鼠。这个丝头是不是很贵重的？是我爹全家宝来的。哦，那招待他吧，来啊。哇，孙仔啊，一出来行桃花运。喂，前面那里就是龙井村了，你到了家了。哇，还要行前点啊。是啊，那行啊。喂，学文，到了，再行就是一年到啊。我到了。是啊。啲雨停咗啦，好晏啦，我谂我都要走啦，拜拜。唔使拜我，我多谢你啊，真啊。老鼠，我哋仲会见面啊？会嘅，拜拜。咁你住喺边度啊？我喺边度揾你啊？我住喺西湖边噶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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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下你啊，似咩鬼样啊？我苦口婆心讲过几多次，叫你好好地读圣贤书，咪去外边惹是生非，你当耳边风啊你！你今日嗌阿妈都冇用噶啦，你睇下呢个狮头，俾你玩到似咩鬼样啊？系水狮定系泥狮啊？你又是的，你将你阿爹的全家之宝搞成这样的鬼样，快点向你阿爹认错，跟着回书房原谅苦读啦。我没错，错的不是我，都不是我错。不是你的错，那是谁的错？是我的错啊？是你，你当我奸犯这么混了十几年，你不觉得过分吗？什么话？我过分？你说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为了谁？我离乡别井隐姓埋名又是为了谁？好，横掂你在外面被人打死，不如等我打死你好过，我打死你。我没错。你癫了吗？你哪里不要打，你是要打个仔块面的，你现在是不是想毁他的容？你是不是想个仔做不到老婆啊？喂，你癫咗咩？你你阿爹不嬲都口硬心软嘅，你唔好摆喺心度啊！妈，阿爹嘅心意我明白，我唔中意佢成日搵我喺书房度对住四埲墙一堆书，外边嘅世界系点样，我一啲都唔知嘅。阿仔啊！啱啱用杨姐姐你翻嚟嗰个女仔系边个嚟噶？佢叫做老鼠。老鼠系 Rose 系嘛？系啊，外国名嚟噶。中文嘅意思系玫瑰。玫瑰真系好听啦！佢中国人嚟噶嘛？点解改个外国名嘅？去外国留学嘅都有英文名噶，你阿妈以前都有噶，叫 Diana。大咩喇？系大 N 喇。嗱，好听啊！你帮我改翻个啊。就叫 Jackie 啊。Jackie 有咩意思啊？冇咩意思噶，因为以前我喺美国红番区嘅时候，好崇拜一个英雄，佢就叫 Jackie。老鼠都话我英雄啊！好，我就叫 Jackie。
佢话你系英雄啊，阿仔，咁你有希望啦。Rose 智慧与美貌兼备，你听住啊，如果佢系老鼠嘅话，你就系捉老鼠嘅猫。点捉啊？记住，追求呢一种洋化嘅女仔咧。阿妈又为咗一只捉老鼠嘅猫，我日日等住只老鼠，佢一出嚟我就捉住佢。西湖地方咁大，你唔问佢住喺边，我哋点去捉老鼠啊？西湖咁靓，连老鼠都靓啲。老鼠出现啦！喂，个猫情书俾我啊！我唔系推行万全科学嚟救扑。喂，佢写系咩意思啊？我都唔知哦。哎，老鼠，等埋我喂！喂，老鼠，我喺度啊！浩文，我搵得你好辛苦啊！咩？你点知我喺度嘅？心有灵犀咯。老鼠啊，我都有英文名啊，以后。你叫我做 Jackie 啊 ？Jackie， 咁我真系叫你 Jackie 噶咯喎。Yes， 我哋更加啱 key 啦。Yes， 你点解净系识讲 yes 嘅啫？你讲 yes， 我咪讲 yes 咯。好啊，咁你帮我哋一齐去派传单。Yes， 仲因乜鬼事啊？我屋企读书啊。喂，我仲要捉老鼠啊，你翻去帮我顶住档先啦。Jackie。Yes。讲嘅嘢写喺上边，传俾你哋睇。我都唔识你自己点睇啊！我读俾你听啊！我们要民主嘅路况，你哋要米落我，我就要你哋嘅大便嚟种田。得得，我哋俾大便你，不过你要科学施肥。啱啊啱啊！唔掂啊！走啊！唔系俾佢捉到要斩头啦！有嗰啲斩头，系你信讲，快啲走啦！佢撩唔快，拉硬噶啦！你哋点解等得佢唔理啊？等我嚟应付得噶啦。Yes。幽云。哎，你嚟呢度做咩啊？中联党呢个咩人？好熟面孔。佢系我朋友。Yes。你唔使同我讲鬼话。你知唔知我系佢边个？你系佢边个？未婚夫啊。未婚夫？而家我警告你。不要再让我见到你和我未婚妻在一起。阿荣，我有交朋友的自由。 Jackie， 不要理他，我们走。大人，鬼会周围派传单，一定是乱党，他是曹大人的女儿，乱党。我和他很小时候就在一起，是父母之福为婚的。
指腹为婚。系啊。你唔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嘅咩？系啊。不过如果志同道合嘅话，我都会嫁俾佢嘅。如果志不同道不合咧？咁就 say no 啦。say no。呢度有教书同留学生聚会嘅地方。再见。英国咧嘅鬼咁细，中国咁大。英国鬼一摆出打交姿态，清廷就吓到即刻将香港啊割让俾英国。再咁落去啊，深圳、广州甚至杭州啊，都会变成英帝国嘅囊中物啊。Yes， 你讲得真系啱。嗯，你点解喺度噶？系我带佢嚟嘅。呢度啊，系我哋商议国事嘅地方，点可以随便带外人入嚟噶？我信得过佢。我想俾佢加入我哋嘅民主救国会。我好想加入。你想入会？将头上条辫剪咗先。剪咗条辫？为咩啊？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，呢个系入会嘅规矩之一。你哋都冇钱。我哋？呢个国耻，剪晒啦！我哋边唔剪得噶？你怕杀头？杀头啊，当然怕啦，但系我仲怕我爹啊！我哋头可断，血可流，皇帝老子、西太后都唔怕，你仲怕你老爹？到底剪唔剪？我唔剪。其实要救国，剪边只系形式。有一个伟人讲，只要唤起民众赶走列强，先至可以救中国。Yes， 啱，呢个理论太伟大。马屁精，你识咩 ？Yes， 我唔识噶。吓？子曰：由妇女。知乎，即系你一放出去就唔翻嚟嘅啫。哎，点啊？陈百几个病人你都睇晒噶啦？我问，吓、啊？你到底知定系唔知啊？知，不知为不知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知之为你同我开门，听唔听到啊？到亂七八糟。喂，我啱啱先睇过学文理，佢读书读到天光啊，感亲啊佢。感亲？系啊。可能会变成肺病噶。诶，咁你唔好入去搞住佢啦，快啲帮佢煲药啦。我去煲药。系啦系啦。知为不知。喂，你唔好念啦，人呢？唔知啊。咩？你而家先翻啊？争啲俾你累死啊！喂。你去了大半日了，快点讲，捉不捉到老鼠啊？十码都未有一撇啊！系啦，妈 ，say no 是咩意思啊？是拒绝人的意思。点啊 ？Rose 同你 say no 啊？唔系，妈，你教我英文啦、啊。做咩啊？突然之间想学英文嘅？老鼠嗰班同学有时讲英文我都唔识听，我而家先知道外面的世界真系大啊！想学啲嘢。一世都学唔晒嘅，系啊，学无止境啊嘛！你想学贯中西，冇问题，包喺阿妈身上啦。He is my father. He is my father. 跟我读 ，He is my father. He is my father. 嗯 ，pass. She is my mother. 谁依买马大？妈，我读得差唔多啦，嗬？唔系差唔多，系差得多啊！乖仔，冇吓亲你啊嘛！你仲恶过老豆啊！哎呀，你想早啲捉到老鼠咧，唔恶唔得噶，仔知嘛？妈，我知道阿妈嘅苦心。嗯。咁你唔好教我。谁依买大马？咁你想学乜嘢啊？你先教，我爱你。乖，不话阿妈咁锡你。我爱你咧，就系、是、I love you。嗯 ？I love you。嗯。Lucy， 妈啱唔啱啊？啱，啱。千祈唔会有咗老婆，冇咗老母啊！一盏烟灯照空房。
叫生晒啦，不如跟我翻去叫床啦。喂，你做咩啊？这个猛金币呢码头度有人骚乱抢劫，我系嚟封锁现场嘅。大人，请回吧啦。我身为海关专员，有人喺度偷运毒品，我唔可以唔管。哼，我怕你管唔嚟噃。我老板嘅后台系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，你惹得起咩？陈家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就当睇唔到，翻入去吹两啖啦。呢度等我搞掂，众目睽睽，难免招人话柄。将茶叶运走，送入仓。你想点样啊？我林德才先喺你下边。系啊，一边做得好啊！我哋走啦。哦。嗰个副手铐系喺你手上被海关查走嘅，你要同我仔翻嚟。如果唔系，唔好怪我冇面俾。史密夫先生，怪就应该怪你两个手下，系佢哋喺码头搞事先。系佢哋搞事，嗰啲系码头叫人戒烟嘅。分明系俊三同我作对，你应该捉晒佢哋翻嚟。啪！你敢恐吓朝廷命官，会锁你翻衙门。你锁我，你哋慈禧太后都要避免我哋英国人。你只系一个武状元，算得系乜嘢？我话俾你知，呢度系我哋中国人嘅地方，
绝对唔当你喺度为非作歹、目中无人。跟我翻衙门。小民副市长，鸦片嘅事我会办妥啦。高次，永佳，我哋走。永佳，我哋走。凭咩做你哋师傅啊？我又冇饮过羊水，我又冇剪过条辫。好在你冇剪条辫咋？望师傅传授几招辫子功，咁以后行夜街又唔使吹口哨，派传单啊都唔使溜得快啊。但系你哋条辫系假嘅，恐怕练唔成辫子功啦。正啊！最衰嘅嘢啦！学辫子功咧，就唔可以好似青蛙咁跳三下停两下。我点知得啊？我系经过十几年日日悬梁刺股，专心读书先练成噶。我系悬梁刺股，我要学辫子啊！好啊，大家都悬梁刺股。唔好读就唔成辫子功噶啦。估唔到你氹细路都有一套喎。系咯，辫子功真系咁练成噶。系真噶，讲起上嚟真要多谢我阿爹，系佢拎住藤条自细逼我悬梁苦读，我先至有今日嘅。你同你阿爹好啱倾噶。话不投机，两句都讲唔埋。不过佢为我牺牲咗咁多，我都好感激佢嘅。我爹哋系好锡我嘅，不过我哋有代沟啊。我最憎佢食鸦片嘅，但系佢戒唔到啊。帮人戒烟，我爹系最拿手噶啦。咁你识唔识啊？眼见功夫唔难啊。探你啊，徐西伯，啊，央云，你嘅眼光唔错嘛。爹哋啊，你讲咗去边啊？我带 Jackie 嚟同你医病咋。医病？我边度有病啊？你睇我龙精虎猛啊。你就系呢个病啦，攞嚟俾我。咁咩叫有病咩？叹口鸦片烟啊！快活过神仙啊！呢啲乐趣你哋唔晓噶啦，吓、啊？哎，真嘅，嚟，等我道你升仙啊！只要你啜翻两啖，包你飘飘欲仙，爱不释手。哎、啊，我唔识噶，多谢。我到东，你追到东；我到西，你追到西。咦？手俾你黐住，想揈都揈唔甩嘅。呢啲系太极嘅黏劲、黏除功，就俾我黐住咗，就揈唔甩噶啦。系嘛？我真系唔信，你年纪轻轻有咁好嘅功夫。坐稳啦，西伯。曹西伯得罪啦。好，你如果练成此功啊，一定会奇乐无穷，长命百岁。
家你首先放松啲，眯埋对眼，眯埋对眼，再放松啲，眯埋对眼，已经好放松啦，啱啦。啊！喂喂，做咩啊？吓，呢啲又系咩功啊？爹哋啊，呢啲系 Jackie 嘅家传独门戒烟功嚟噶。原来你串埋佢，想逼我戒烟啊？系啊，我唔戒啊。系咯，曹世伯，老时都系为咗你好噶咋？鸦片害人不浅，上咗瘾啊！唔系快活过神仙啊，系叫你早归天啊！系啊，爹哋啊，你知唔知啲英国人自己国家禁烟，将鸦片运嚟中国？你为人父母官应该做个好榜样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知不知道啊？唉，大道理我晓。自从你阿妈死了之后，我心里面就得佢同你两件宝贝嘅咋。你又周时唔喺我身边，冇咗佢，你叫我啲日子点过得噶？咁啊，有佢就冇我。有我就一定冇佢，你系都要拣佢嘅。咁我翻美国啦。你企喺度，你去边啊？我翻美国唔翻嚟啦。翻嚟，唉，我梗系拣你啦。我为咗呢个宝贝女啊，都唔知戒过几多次啦。你咁样绑法，实戒得甩噶啦。得，世伯请放心，万事万灵。咁要绑几耐呀？咁就要睇你道行有几深啦。少则啊三五日，多则就三五年。吓，三五年啊？系。爹哋啊，你又想缩沙啊？唔系，我喺度谂，如果呢个方法系得嘅，就请 Jackie 将我手下嘅双枪将都一齐戒埋佢，好唔好？啊，不如就等 Jackie 帮你整顿军纪啊！好啊，好啊 ，OK， 即系我哋走啦 ，OK， 好啊，速形如拉鹰，发形如射箭，有冇搞错啊？你咁嘅样点保卫国家啊？小姐啊，你啊净系喺度睇啊，梗系容易啊！明明系毒瘾发作，仲驳嘴。你睇你咁嘅衰样啊，连烟枪都揸唔稳啦。第日你俾个人咧，梗同我哋一齐食两啖啊！小姐啊，如果俾你食翻两啖，得唔得啊？真系龙会虎啊！收声啊 ，Jackie， 加分啦佢哋。听住啊，我系你哋大人请翻嚟医你哋嘅，精嘅就自己抌咗支烟枪，否则你哋大人就系榜样。睇精神，俾心机啲。一位，你点会嚟嘅？佢点解喺度啊？爹哋请佢嚟嘅。李东，惨咗你！上次我睇在央云份上，放你一马，你仲够胆嚟招摇撞骗？林先生，在下都有读《圣贤书》，知道礼义廉耻，招摇撞骗呢四个字，恕不敢当。得罪。你好嘢，不如我哋过嗰边行。好啊 ，Jackie， 继续练啦。睇咩啊？继续练。搵个咩事啊？我同你讲嘅嘢你唔记得咗？乜嘢啊？过两日就系我生日啊嘛。系咩？我开个舞会，希望你上面。好啊，咁我一定嚟。好啊，
过坐低。你成日同班假洋鬼子喺埋一齐，搞埋啲咩民主救国、科学救国，冇用嘅，都杀头嘅。我知，但系而家我同你谂嘅嘢都唔同嘅，咁有咩意思啊？冇意思。你即系话同我一齐冇意思，同嗰个僆仔一齐好有意思，系咪？你讲咗喺边啊？你知唔知道？你变晒啦你！你埋没良心，同你阿哥勾结洋人走私鸦片。唔好将我同我哥嘅嘢拉埋一齐嚟讲，佢买鸦片唔关我事，我净系知道要争取功名利禄，等你享尽荣华富贵，光宗耀祖。佢做嘅嘢全部为咗你。唔好再讲啦。再讲下去，我真系唔想参加你个舞会啊！我明白，咁你自己冷静下先。不过我真系好希望喺舞会度见到你，等你开开心心。Rose， 做咩啊？冇嘢。我哋嗌交啊？唔系，喂，你识唔识跳舞噶？识，我识跳采茶舞噶。唔系咩茶舞啊，系Tango。我未听过啊，不如你带我见识一下。好啊 ，OK。我翻嚟啦，咁早嘅？天宇阿妈，睇你啊，笑到四万咁嘅口，系咪捉到老鼠咧？老鼠带我翻屋企啊，佢仲话请我做佢嘅舞伴去参加舞会。诶，咁就八九不离十啦，快啲等阿妈抱孙啊！妈，唔好讲到咁远先啦，老鼠要我跳Tango。但系呢啲嘢我又唔识，点算啊？吓，万大事有我，而家系阿妈大展身手嘅时候啦。Slow, slow, quick, quick. Slow, slow, quick, quick. 嗱，阿仔，头先睇清楚未啊？妈，咁你教我啊？好，阿妈教你，嚟。跟我跳下 ，no no quick quick no no quick quick， 踩亲你啊！唔紧要，好温波啊！嚟，再嚟 ，no no quick quick， 系咁转转转转转，系咁转。唔好跳啦！点解啊？打死你啊！唉，冇相干。嗱，至多咁啦，我再打低嘅，我唔嗌痛咁咪得咯。嚟，再嚟，完，再咪走，完啦，咪得啦。有冇撞亲你啊？轻手啲得唔得啊？佢佢心肝宝贝有咩用啊？系你自作自受咋？你净系识幸灾乐祸。我幸灾乐祸？你个仔啊，有冇我对你咁好啊？真系啊！咁又系，都系你体贴我，再追下添啦，好舒服啊！你系舒服得过啦。啊，有一件事我唔想瞒你啊，你个仔今日同鬼佬啲保镖打场劲噶。打交，万一佢俾人打断手脚，咁点算啊？对唔住。你放心，断咗手脚仲翻得嚟咩？仲有啊，话埋你知啊，你个仔几叻啊，唔单止以寡敌众。砌低晒鬼佬班保镖，仲拆穿咗鬼佬偷运鸦片嘅阴谋，做咗杭州城嘅大英雄啊！咩话？
同鬼佬啲保镖打交，仲冇事翻咗嚟？佢凭乜嘢？我哋都唔识。哦，北队王，我老豆嘅手下败将，冇面见人啊！目无尊长，等老子教训下你。常识太极拳嘅唔系净系得你老豆一个，你喺边度学螳螂拳噶？树中自有黄金屋，本少爷自学成才。老师就等你见识下真正螳螂拳啦！
老豆？是又怎啫？头都晒到落啰柚啦，仲唔起身练太极？就嚟食得眼添啦！呢块面做乜嘢啊？吓，冇啊，我牙痛咯。睇过，牙痛系咁嘅咩？我话似系生蛇。话你女人唔识嘢啦，蛇生喺腰度噶嘛，点会生喺块面呢？我话牙痛就牙痛啦。好，你话牙痛就牙痛啦，我同你去攞啲牙痛药下。喂，企喺度！我系要牙痛药咩？自作聪明。啊，真系好心着雷劈啊！诶，早晨啊，妈。早晨。妈，阿爹做咩啊？你阿爹话牙痛，痛得好厉害。喂，你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佢系你阿爹，你应该埋去问候下佢噶嘛。哦，阿爹。我嚟睇你啊！牙痛有咩好睇啊？翻书房读书。哇！你今日整乜鬼嘢啫？你食错药啊？阿妈，你放心啦，阿爹少少苦楚顶得住嘅。哦。只要我一走啊，佢就会即刻起身嘅咧。系真系嘅。嗯。做咩啊？老鼠要我今晚参加个 party 啊。party？ 我想你做我形象顾问啊。好，冇问题。阿爹，我哋走啦。路，你唔好阻住我捉老鼠喎！太极养系你咩人？快啲讲！哎呀，原来跛腿王啊，只脚唔跛啦，做咩啊？身痕想打？你饱咁臭，五行叶打！哎呀！搞错啊，话打就打！哎，旋风套！连环搞子弹！哎呀，蝴蝶双飞，咩事咁嘈啊？牙唔痛啊？瞓咗条颈扭亲啦！北腿王，紧张咩啫？长江后浪啊，淡定啲睇嘢啦。打出臭妹，飞花不老，千骨难舍。招阳招啊！打到你就好招。睇中冇？好，呢招用得好啊！你要睇啲功夫好唔好，你应该最清楚噶。整污糟我嘅忍受。
偷学嚟嘅。靓仔，你好嘢，系前辈让我啫。输俾你咪输俾你咯，做咩话我让你啊？虚伪。系嘅，系嘅。咪开心住，等佢练成绝招，再翻嚟揾你打过。喂，前辈，你今年贵庚啊？仲年？戆居，我仲系青头仔啊！哼。真系叻仔。头先不腿王话会再嚟打过，睇嚟我就要搬屋咯。你啊，今日讲嘢句句都有骨噶。喂，阿仔，你仲唔去捉老鼠翻嚟？林大人，多谢，恭喜恭喜，招呼多，随便啦。英文，恭喜你 ，Happy Birthday！ 恭喜，年年有今日。点解佢会嚟？我请佢嚟嘅。跟我嚟。各位，唔好意思，阻大家一阵啊！好多谢大家上面参加今日嘅舞会。我今日有个生日愿望，就系我喜欢嘅人会翻嚟我身边。大家跳舞啊，玩得开心啲。今晚呢个舞会咧，其实系为你而开嘅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请咗好多舞龙高手嚟陪你跳舞。系咩？好啊。你玩得开心啲啊 ，Rose。OK。Tango。Sorry。成支来，咁开心，饮酒跳舞开 party， 个派同我几时搞掂？你知唔知今日系佢生日？你够胆喺度搞事？借酒，史密夫先生，今日系我细佬生日。请你唔好咁样。如果落唔翻个派房，我要你嘅生日片死嘅。你哋最好清点啲。博士，嗰日喺码头就系呢两个人喺度搞乱咗。佢哋两个点解会喺呢度？捉佢哋翻嚟。你想点啊？佢我未婚妻。原来你哋系一家人，夹埋一齐摊咗我批货。我哋走。史密夫先生，史密夫先生。是我自创的杨家 Tango。 林永，
死靓仔，我要同你决斗。你黐咗线啊？你同我无冤无仇，点解要决斗啊？我哋用拳脚嚟分高低，边个赢咗嘅就得到殃物，边个输咗边个走。咩话？你当我系货啊？系啊，佢又唔系货，我唔同你斗。咁你唔好扮大情人啊！阿荣啊，你理智啲得唔得啊？俾你赢咗又有咩意思啊？你仲问我有咩意思？你系我未婚妻嚟噶。Jacky， 你就同佢斗，一定要打赢佢。好，如果输咗就对唔住我阿妈。嚟啦！招数使晒出嚟啊！输咗，你走，你走啊！抢咗，我哋先送你上天国，你喺上面等佢啦。Thank you.
喺度悭太多苦狗被冧房，就话系周福合做被侧旗打死嘅。咁样曹家同林家一定反晒大面。好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去办。我等你好消息。唔开心啊！你都冇笑容，你做咩都要跟我嘅咩？其实我都可以跟你噶，真嘅 ，Rose， 爱紧你。我讲错咗啊？你真系好蠢啊！是啊是啊，我是很蠢的，我要回去疏通我阿妈，阿妈再疏通阿爹，我阿爹再疏通你阿爹。那不如叫我爹嚟嫁俾你啊，呢啲是我哋两个人的事啊。呢啲是规矩。我成廿几年冇着过啦，头先攞翻出嚟，真系失礼死人啦！哎呀，阿姨啊，你唔好咁客气啦，呢度佢喺美国今年又升翻啦。先讲嘢，我估老当小兄嘅啫。系咧，杨先生，唔知道你对 Rose 同阿 Jackie 嘅婚事有咩意见咁咧？咩啊？咩 Rose Jackie？ 佢哋嘅婚事关我哋咩事啊？吓？阿爹 ，Jackie 咪就系我咯。吓、啊，你系 Jackie？Rosa， 你哋去美国度蜜月啦？哎呀，好啊！我同 Jackie 一而家都要一齐去，系二零嘅第二春。我呢个宝贝女啊，心地善良，至少咧。胸怀大志，不过佢啊有少少刁蛮啊。爹哋啊，咩？睇下睇下，你哋 Jackie 就唔同啦，知书识礼，文武全才，至少啊一定系深受廷训啊。我唔敢当，唔敢当。曹西伯。呢啲都系阿爹嘅功劳啫。啊，哦，唔系，曹翁你过奖啦。诶、啊，客气，太客气啦。爹哋啊，你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其实咧 ，Auntie 啊，佢嘅功劳先系至大噶。哎呀，边系咧？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当家嘅功劳就真。过奖过奖，曹翁你能够戒烟成功，毅力令人敬佩。系咧，我哋呢头亲事都算门当户对咯。咁啊 ，Rose 同阿 Jackie 嘅婚事就咁决定啦喎，一言为定，冇错，一言为定。妈咪，乖，我喺呢度。林大人，你大兵包围四下，到底发生咩事？咩事？你问下你个宝贝女啦，仲有佢，就系佢哋两个杀死我个荣弟。咩话？你话佢哋杀人？我哋冇杀过人啊！林大人，你唔好含血喷人喎！我含血喷人，荣弟系你嘅未婚夫，你竟然勾结情夫，狠下毒手。吓、啊！杀弟之仇，血债血偿，你哋跟我翻去，以为要我喐手？阿爹，阿妈。你就放心啦，是非黑白自有公论。你就保重。企喺度，翻嚟。林大人，我呢个仔系有好多地方唔听我教，但系我信得过佢，佢绝对唔会杀人嘅。你
分明就是中指行凶，锁晒佢哋翻去。系，去走，去。为咗个仔，我退出宫。今日为咗个仔，我唯有重出江湖。我问你哋走，阿爹想镇不离父子兵，我哋一齐打出去。唔敢拒保，我杀！同林了，大难临头，我绝对唔会一个人飞嘅。好老婆，老婆，我哋走。边个？喂。哦。你哋做咩啊？你哋嚟得啱啦！我哋见到史密夫杀死刘明，仲系要教话俾你哋啊！系啊，你哋喺度整咩啊？炸药用嚟对付史密夫嘅，我哋查到佢今晚要偷运私藏嘅鸦片啊！佢喺边度啊？你鸦片出嚟，书你名大
你将唔会有咁好彩噶啦！你抢劫海关货仓，仲开枪杀人，我哋唔会放过你嘅。唔放过我又点样啊？你呢个杀人凶手，你真系阴毒，你杀死刘明嘅。而家我就送你哋去见佢。西洋暗器傷亡，太卑鄙了。醒定啲啊！硬，我仲要揼咗个林。叻仔，天下第一就让俾你啦。
专打你呢种衰人嘅辫子功。冇事，咁佢死咗未啊？唔死都重伤啦。有冇事嘛？
冚嘅喎。十鬼枪嚟噶，跟住走火啊！行开啦！硬都揼到你臨㗎啦～